敌方源流之子坦克带了成军，刘邦带了终结。对现实请注意。我能被牛邦单杀，我直接刺十，好吧。至四海怪谈，录古今异闻，以通用心人心。开始撤退，管陈杰万万。你奶奶个蛋的！我操！我让你抢，你还抢不抢？老登，你要毁了可乐老师吗？到标记点集合，事情三千。嘿，收到。不又在这里抢吧？打完了，你抢啊！防止被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赶紧刷完。历代对手没有机会抢。既曾徘徊此岸，红尘相望，开始撤退。无常。First bloo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敌方源流之子坦克四级了，开始撤退。敌方刘邦四级了，小三图。反野。快点去支援刘邦，咱叫源流子的也去刷他干干净净。哎呀，那个也可以反。爽不爽？源流之子，爽不爽？爽不爽？源流之子，爽不爽？刷他干干净净，毛都不给你留一根。神鬼一王，何老师就这么无情。三图所过之处，那是遁沼不生啊！三图，我操！请求集合，直接！七星坤斩，第一给我坐下。奥逆将太强了！奥逆将是包强的呀！找三图，叶落当年。七星坤斩。一 A 好，他上来我就干他。炎热之指挥自己也去一看，毛都没了。队友金蝉闪现已就绪。你想干圣魔呀，牛吧！敌方兄弟四级了。A 一二技能差点 CD。你有放过你了吗？哎呀！哎呀！我操啊！气醒我了！气煞老夫爷！开始撤退。哎呀，气醒我啦！孤魂侠士，神王师，发起进攻！我生气了，牛邦！哎，哥，哎，哥！队友鲁班七号闪现已就绪。给个信号啊，懂的都懂啊。给个信号，懂的都懂。给个信号，懂的都懂。老子他已经传了。哇，我操，传过去有用吗？推到塔吧，不要传了。再来一把铁剑，加快我们的推塔速度，非常的细节。A， 刘邦，你的塔能不能射？我正在 A 你的塔。A，OK， 直接拔掉一塔。你干嘛呀，刘邦？来，哎呀，宠幸一下狼妃。上一次重新你不知是什么时候了，哎呀，还有你，印度巨蜥，我喜欢。好，中塔也是非常不错的，我来调戏一下。我那个极品尤物中塔呀，鸡鸡拿下。好，转下。红月夜，照别离。人歌人哭，人生无心作战，万劫归巢。
OK， 有野怪刷，那就先刷野。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，穿山甲。找三图，明星坐镇，换邪归藏。发育就行啦，发育就行啦。上辈子祖包是个乞丐，一辈子穷困潦倒，这一世我发誓要刷够六把破军。转上，接着给我刷，不要赶队友，队友是什么？还有东村豆，接着给我优线，给我使劲优线就完事了。欧尼酱，一时的失败，只为更好的胜利哦。没有失败呀、啊，你看你欧尼酱都刷成啥样了？欧尼酱都刷上天了。队友经常闪现与就是，队友一般七号闪现与就是。张飞，你给他推走啦！飞机，张飞机。叶落当离，覆水不收，死生有别，莫再接。二接一，我来了，狄仁杰。宝宝，我操你还要闪！宝宝拿下，七星坤斩 ，A 二。接二接一，七星坤斩 ，A 大坐下，别被动，走位，完了，没关系，走位，等大 CD， 大 CD 走位，二技能七星坤斩减伤，请求集合，大招，接二接一，再次七星。我逆将，战略撤退，哎呀哥，好期待，哎呀哥。经济服呢？我的思路这么清晰，死一次弹幕都在这里扣小丑。开始撤退，收到。刚打活我还应该再拉扯一下的，妈的拉扯还是不够。夏洛特到死都觉得是自己操作不行，夏洛特到死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。一定不是夏洛特的问题，一定是我太弱了。加不加大？完了，中线，来，来个刺甲 ，A 一，刷出被动，七星坤斩，第二接一 ，A， 还有惩戒，还有惩戒，好，伟哥来了，抢到了吧？没抢到，没关系，我先把这波线吃了吧。刷这波线出苍穹啊！来，抵抗鞋助我一臂之力。印度巨蜥，好久不见。队友鲁班七号闪现拉开距离，哎。队友经常闪现，你跟个打玩具一样，兄弟。知道你们家双边塔为什么没有了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你们比分领先，但是确实落后我方了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有一个叫可乐吃了睡的男人把兵线那是优的非常的好，知道吧？二闪接大，哎呀我操，七星坤斩拉开，接一接二，七星坤斩二，闪现躲技能，走位，好，走位，走位，好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走位走位走位，看我怎么走位的，大招 A 二接一，七星坤斩接二 A， 我严重擦边策划，算了，忘记了，这是我们尊贵的无双皮肤拥有者不知火舞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夏洛特不行，是我不是我不行是我不行，哎呀，尊敬的策划大人，其实只有我觉得不知火舞这个英雄向来都是没有什么强度，非常弱啊，哥，非常弱势的一个英雄啊，刚刚没有打过，一定是主播的操作还不够细腻。一定是刚刚拉扯的还不够多，如果说我再拉扯个四五个二技能，火舞说不定就杀了。我说实话还是我菜，我还得努力。有没有好好练习夏洛特？平时有没有每天的巅峰赛有没有打满十二个小时？夏洛特的每一个技能的伤害有没有记得？记得都不清楚，打不过火舞不是很正常吗？还是我不够努力？队友鲁班七号闪现与就是，队友经常闪现与就是。
牛吧，机会，牛吧，不要送牛吧。七星昆仔，接，接一，二等阶大招七星昆仔，五杀，哇五杀，哇杀！对面是不是太可怜了？全体起立！全体起立！直播间965位观众，全部给我站起来！全部给我站起来！对面都拿不起刀了，真是伤害性极高，侮辱性极强。恭喜三连胜，击败了市级前100元牛之子坦克，击败了12300战力的牛帮。本局你击杀最多的是不知火舞二次，敌方狄仁杰玩家已经三连败。至四海怪直接拿下5连绝世，好吧。